牵手，心连心，共同咱要来创造一个上届团结、上届和谐、上届合作的桃城。2023年桃城唱歌，伫咱透早7:50的六六小小，咱所有歌星呢，起来甲这个时阵已经是属于第九层。第九层呢是咱的二声线，咱二声呢较早有做二位，较早嘛叫做二位层。较早呢遐饲鸡饲鸭真济吼，所以讲拢是用鸭甲鸡呢来做伊的制品。那即摆呢，咱二声线边头呢，拢是用着咱上界卫生，也是上界鲜的肉类呢，来个真空包装了后，避免着咱日头呢，甲风吹日照，所产生的变化。较早呢，伫咱二声里有亲戚呢，即个好朋友大家出钱出力，有鸡出鸡，有鸭出鸭哦。所以讲呢，咱的鸡鸭线啊，是咱的二声线，嘛叫做二位线。那是无饲鸡无饲鸭呢，就买咱的猪肉啦吼，也是其他用品呢，来甲咱共享盛举。渐渐呢，已经全部拢改做猪肉线较济啦吼，因为鸡甲鸭呢较歹保存，所以讲即卖呢拢是用猪肉来作为咱的用品。当然呢，这场春呢准备要来缓缓的上升当中。嘛，感谢咱的牛叔贵宾，甲我敬来咱所有工作人员，所有好朋友呢，伫这场春啊，过来甲咱徛小路来斗小经，好咱的头城唱歌呢，来当愈来愈老者，越夜越美丽，越夜呢越精彩。暗时啊呢，我们还有这个雷射的灯光哈，我们晚上8点过后，要够晚间的节目。暗时节目呢，非常的精彩。晚上的雷射开幕呢，希望大家会当呢共同来给咱参与。更加呢，希望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，将你的手机啊拿起来哈。咱宜兰有线我们的联合有线宜兰台哈，晚上会Live 的现场转播，会现场转播。从暗时啊呢，伫咱8点开始，陆陆续续都会看到呢，咱桃城唱歌呢，伫咱电视上的直接来播送。当然嘛，要感谢着咱桃城农场，以及咱北关农场，以及和风我们的和风会馆呢，当时赞助到咱的联合有限的 Live 直接转播，当然呢，嘛爱感谢咱足济吼，甲咱斗三共2023年桃城唱歌只个人甲单位，包括着咱名牌食品，咱家己桃城这个名牌食品吼，甲咱赞助20万，非常的感谢。咱经费呢，因为非常的不足，所以讲呢，咱桃城中原制电协会所有只包括咱理事长、总干事甲咱总策划，以及呢咱真侪理事代表，当真呢来去把关，咱名牌食品呢非常的闪光哈，甲咱赞助了20万，各位感谢着咱的金车公有限公司嘛真特别甲咱赞助着10万哈。即摆呢，咱的金车欧风古堡特地咱的港澳服务区的对面，那个天天上帝后边啊，一直去哩哈，就是我们的飞行伞基地，在那个基地的上面，就是我们的欧风古堡。咱那个时间嘛，来去金车去行行看看者。另外嘛，感谢咱桃城上风夜庙，给咱赞助25000块。这虽然讲财源呢也不是很丰厚哈，不过咱小红牙标赶快来给咱赞助25000，非常的感谢。咱桃城的开先师也是咱的佛祖庙哈，给咱赞助50000感恩。咱的庆元宫加庆元年呢所设的，就是1796年，甲咱五叔公呢同齐来甲桃城所建立的庆元宫，这就是嘉庆元年所设立的妈祖宫，甲咱赞助着25000块。咱超厉害庆元宫，也就是咱的天公庙哈，天顶有天公，地下有五谷公哈，咱这天公呢，他想呀照顾咱百姓的真多。不管是咱桃城，不管宜兰，不管咱全国呢，各位的在同心时代好朋友呢，拢非常尊敬咱来提供。过来嘛，感谢着咱的狮子博物馆，也是咱的里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，
啊，即款呢愈开发吼，啊愈来愈闹热，啊愈来呢啊愈有潜力吼，啊这是咱的里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，甲咱赞助50,000元，啊这嘛是特别的甲你感谢。啊，咱的达茂营造股份有限公司，甲咱赞助20,000元，哦，这嘛是非常难能可贵吼。啊，一个营造厂对着咱头城唱歌的重视，对着咱头城唱歌的热爱，啊，甲咱斗三工，甲咱斗赞助，感谢咱达茂营造股份有限公司。啊，过来呢嘛，感谢着咱友爱百货，啊，虽然讲是伫宜兰市啊，吼。啊，咱的林嘉文啊，林嘉文所设立的友爱百货股份有限公司，大家拢了解吼。啊，林嘉文先生呢，啊，伫咱啊硬邦的所在啊，吼，啊有设立一个真水的阿拉伯宫殿，啊，佮有咱中国式的一个建筑，啊，迄嘛是真水的所在啊。啊，若有时间，咱买单来去遐个行行，看看，家欣赏一下。啊，过来感谢着咱联富企业社。给咱赞助6,000元，联富企业社感谢您。啊，我们的正豪企业社啊，嘛给咱赞助10,000元，感恩感谢。啊，咱的顶波顺天路，顶波顺天路啊，嘛给咱赞助10,000元，啊，谢谢您。啊，咱下波的福星庙嘛给咱赞助20,000元，啊，这是由咱林太平主席委员啊，咱的太原啊历史顶的二哥哈啊，林太平。啊！伫咱的下埔福兴宫的福兴庙啊，来做咱主持委员，特别肩负咱20,000元，非常的感谢啊！祝你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工作顺利成功，事业宏图大展，来祝贺您。